我连佢喺边度都唔知，我净系知道马来西亚喺，连装修，连家私，我其他我乜都唔知啊！即系知，因为啱啱收 WhatsApp， 即系你睇住我啱啱好咧，100万港纸到，或者平过100万。嗯，边度揾啊？咁你我要咁讲咯，我唔好话边度揾，你冇咁浮夸。我要咁讲咯，我呃晒你，我成日我卖嘢就喺呢个情况啦，就系话。我呃曬你，哇！原來係會跌嘅啲樓，原來唔撚升嘅。你100万唔使，有層咁嘅屋，你始終都係好過你香港咁撚撲街啦。